咱们交好五号线，我包括的地皮会进站，你要坐上那辆列车，不然那几个人会死。你就把我带走，请您放了我的孩子，拜托您把我带走吧。你不用担心，妈妈去陪你，一切都在重复。我们现在回到我女儿在池塘被发现的两周前，请你帮帮我，让我抓到那个凶手。现在唯一能帮我的人只有你了。5月1日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神的礼物》。你胆敢碰我的孩子一根汗毛，就算追到地狱的尽头，我也要把你给杀了。